感谢冰冰哥哥给大家拜年啦，兄弟们！好，哎，这个片儿我还没看呢，给我传过来。红红的灯笼照啊照，红红的话语飞满
下，歌的名字叫《过新年》。谢谢谢谢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到时候我们一会儿十二点的时候一起倒计时。还有人说这个衣服怎么的了？是不是你们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是跟去年的有关系？深情望着你眼眸。啃着鸡翅，哥，直播什么？啊！谢谢南哥、信仰哥哥，有保姆在不在呀？谢谢这个哥哥，谢谢。辉儿呢，已经就是跟家里一起吃完饭了，可能是吃的早了一点，没事儿了。我下直播我可能要不就打会儿游戏跟你们玩，要不呢就跟我们家人打个扑克啊，玩个麻将啊什么的。谢谢珍惜哥哥、小兵哥哥。没什么理由杀出的钱把我心。还有宝宝们如果在家的话记得也这个咋说呢，我还没弹窗呢。谢谢新上哥哥、东区哥哥，还有恭喜这个念是不是恭喜发财呀、啊？谢谢。一会儿你们也要打麻将啊，玩扑克啊，陪家里人啥的，是不是？先陪你跨年，别跑。谢谢逆徒。新年快乐啊！我伤心的泪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小兵哥哥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。哎呀，别！过年了，不差这一天了。我是这个，你们吃完饭没啥事的，把我到联欢会看啥的行。谢谢影。不许打台，为什么？没事，我们一家端了一盆鸡翅坐一起看你直播，厉害了！谢谢耗子药，谢谢耗子药哥哥，祝哥新年快乐，给哥哥拜年了。对呀，你就把我放一边就好，我今天给你们唱点欢欢乐乐的歌。其实这个歌应该给你们唱，我要立志做一个吹牛的主播。
生活没有忧愁，总之是我应该是唱错了。整点小菜，喝点小酒，迷迷糊糊他开始吹牛。他说吃一辈子没卖过单，喝一辈子没上过杆，赌一辈子没输过钱。躺好不好？好的，行的行的。感谢咱家的哥哥们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也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谢谢大家的红包。虽然说你们给菲儿送的红包啊什么的都没有发朋友圈，但是说菲儿不想显皮，就是说哎谁给我发红包了什么的，我去那个发红包，或者是有多有少这东西我不想比较，但是害怕有的人害怕误会，发红包就蔫蔫了，没有感谢，我都感谢完了，但是我不发朋友圈，我很少就是发朋友圈啥的。谢谢大家，
谢谢。多了少的不好，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心里边很感谢大家对菲儿的好啊什么的，真的特别谢谢大家。谢谢句号哥哥，任务完成了，你们刷棒棒糖吧，谢谢。别发，对呀，我也是觉得不发，就是好像架着别人说让你发红包吧，还发多少什么的。锤哥看微信，嗯，有农，我懂。谢谢秀儿姐，谢谢秀儿姐。我说我怎么微信没显示，我没上了电脑微信。好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圣哥，谢谢大家。太开心了。谢谢欣欣，谢谢欣欣哥哥，谢谢。绿色直播只是说主播很绿色，粉丝大部分很绿色，那你不能让每个人都说那个啥，就有的人自律性好很文明，但是总有一些臭鱼嘛，没办法。但是有公屏上骂人的啥的，咱们家场控老师看见了就给他清出去了，没必要跟他们生气哈。谢谢平凡人生哥哥，谢谢。卡皇啊，卡皇是两组1314狗，卡皇。哎呀呵，今天我发了一天的小表情，这表情老逗了，这小孩可逗了，我给你们看一眼这小孩啊，就这个。天天这个表情我发了一天了，我都美的都不行了。他们说是不是我小时候？不是。谢谢花海千浪众哥哥。谢谢顾哥哥，谢谢大家的红包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和你策马扬鞭看天蓝蓝。这个歌。谢谢小宝，小宝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老大哟，谢谢飞博哥哥，谢谢。新年了吗？我跟就是今天就不唱太多歌，主要是跟你们聊聊家常，聊聊天儿。谢谢。谢谢飞博哥哥，我也给大家发发礼品什么的，到时候等那个11点的时候，我会给大家发个抱枕啊。但是抱枕发完了之后呢，就谢谢林天哥哥，到时候发完之后呢，我就会，但是就是快递什么时候上班了才能给你们发，快递也放假，好像初五六就能上班吧，25号，这是多号？一号不对，15号，那是几号的？告诉我。谢谢，祝大家新年旺旺旺，放手欢快的。谢谢星星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谁给我当会儿保姆呢？我找找。嘿，就有时间当会儿保姆，扣个文字。我给你发个小表情，谢谢哥哥，谢谢，感谢哥的红包，谢谢灵儿，好了灵儿，别耍了，好了，心意到了啊，欢迎发财哥哥，欢迎咱们家的宝宝们，祝哥哥新年快乐，事事如意，你呀火，谢谢灵儿，谢谢，主播要发红包吗？当然啦。要发红包的啊，谢谢马哥，哎，这是人家那马哥吗？还是这是插戏家马哥？
怕查。欢迎玩哥，我看看能不能发出来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好。哇，谢谢林天哥哥，谢谢我飞博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啊，嘿嘿。你们都包饺子了没？那我来吧，我有点喝了，没事的。你们都喝了没？谢谢火火啊，谢谢火火啊，谢谢火火哥哥的灯了，谢谢，祝哥哥新年快乐，给哥哥拜年了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但是我这两天会很忙哦，明天去我奶家，后天去我姥姥爷家，我得来回跑着直播，我还有991。谢谢我血狼哥哥，血狼哥哥，你这是又发红包又那啥呀，厉害了哈！血狼哥都是我就给拜了个年，拜了个年，完了说就等你拜年了，嘣来个转账。血狼哥说等你好久了。我说那重来一遍，我拜了三遍年，发了三个红包。谢灵儿，谢谢，谢谢子哥，谢谢谢谢。祝我血狼哥哥新年快乐，嗯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啊，就这个哈，谢谢血狼哥哥。真的是不一样。谢谢谢谢谢谢那个天涯有人哥哥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雨花叶哥，还有回首哥哥，谢谢南哥，谢谢谢谢。你们真的不打算看晚会了吗？点点关注不用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太多太多不容易，磨平了岁月的痕迹。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身后不算的宴席，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先留在原地。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，这片天你我一起珍惜。更努力只为了想要的明天，好好的这份情，好好珍惜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一个人会经历不同的境遇。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小哥哥你打轮出啊，谢谢，感谢酷酷哥哥，谢谢钢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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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送回来的祝福。
四怎么发？哥，你是电脑还是手机？就在那块有个可以选其他，或者是点，就是有个可以点杠杠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个数字下边，就是你点开之后就可以调1314了。但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哟，就菲儿不会跟那个，不会跟四两你说的开守护啊、转账啊什么的，支持这个支持那个。你要想喜欢菲儿就可以啊，刷点棒棒糖就支持菲儿就行了。完了，喜欢听歌的宝宝还有啥的，就可以在这坐着就听歌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，就喜欢菲儿扣两个字啊，送点免费的小鲜花都可以的哈。谢谢啊，谢谢天涯哥哥、小坏哥哥，谢谢丹博哥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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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几个徒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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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appy New Year 是啥意思 ？Happy New Year 是啥意思？天一哥你想说啥呀？粉丝可以骂人的什么的，谁有骂人的话场控看见了自然会封出去的啊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哥哥，谢谢安木哥哥，谢谢安木哥哥，欢迎黑皮，黑皮妞儿啥呀？黑皮妞儿是啥意思？怎么还改个外国的名儿？这是新年快乐的意思吗？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资格。谢谢南哥，谢谢浪子哥哥。哎呦，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个绝对没有人那个告诉我哈，是我自己拆的。谢谢飞狼哥哥，哇！新年快乐啊，欢迎哥哥啊，欢迎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好，一笑而过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冒充菲儿的太多了啊，就是千万不要相信，今天直播任务完成了哦。我得了500块钱，五块钱的蓝钻是吗？五千都是蓝钻了，没看着。妞儿 ，Happy 妞儿，明白，明白。谢谢飞狼哥哥，是5块钱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飞狼哥哥，祝飞狼哥哥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哥哥的礼物，谢谢支持飞儿的每一位宝宝们。呀，我要还个曲儿，唠会儿嗑，要不然太激动了。飞儿现在是文化人了。不是，我现在挺后悔，就是不好好学习的。上学了呀，一定要好好学习呀，将来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，要不然谢谢红利哥，要不然是真吃亏呀，真的。你就算，老镇定了，这放鞭炮。就是没有文化吃亏，你再聪明也不行，再能干也挣不过有脑子的人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刚吃了个年都又长了，什么是干？谢谢盛哥，谢谢丹博哥哥，谢谢兴趣哥哥。我也要好好学习，我现在也在看书。就是什么，我看书都是什么时候看的？就是我什么时候想睡觉了，我什么时候就看书，比安眠药会管用吗？谢谢暴君哥哥，
一般我都看不进去，后期我就发现了有一种名字叫小说，小说吧，它华为不有个什么阅读，完了吧，你就把字儿一摁，谢谢有知道哥哥，一摁谢欢迎后进来的宝宝们，一摁它就自己就在那说了，说了吧，就是没有啥感情，一会儿你就睡着了，跟哄小孩似的，可好使了，你就听着乱乱乱人乱，你就基本上是听不懂，听不懂的时候就睡着了。谢谢无所谓哥哥，谢谢浪子哥哥，哎，还有个公牛哥哥拿去了，抱没抱出来跑了吗？祝大家阖家欢乐幸福，大吉大利，新年快乐！谢谢无所谓哥哥，谢谢那个今天大丫二丫穿的老漂亮了，是吗？穿啥呀？宝宝觉得不是啊，上学上到最后这么过人家呀，你不能这么想。那有，但是你就算吧，多少富人都是有学问的，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不能可丁可卯，欢迎十六哥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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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个刷刷号必死给我踢出去，别大过年在这搁这没完了。心烦了，愁心烦得分啥时候，要不你就把名改回来。谢谢辉煌哥哥，你是给他带节奏呢，还是给我带节奏？你是虎。欢迎十六哥，感谢所有的客客们，谢谢南哥，谢谢谢谢。我啥情绪都没有了，就叮当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，我自己听着老清楚了。金木水火土哥哥，谢谢啊，谢谢无所谓，谢谢守护哥哥，谢谢牙哥，谢谢呀、啊。汪汪汪，谢谢哥哥哥哥哥哥，谢谢谢谢汪汪汪，谢谢飞快乐飞人，谢谢谢谢哥哥。我们这儿放炮老多了，你们那儿能放吗？有的地方是不是都不让放啊？烟花还是什么的不让，我们这儿没有啥太管的，就是烧那什么纸啊什么的，就不让满街，以前那满大道一吹呼都眼睛，现在道上都放个顶旁边吧，路旁边，我们这儿完了就都让上那里头烧，就不让搁道中间烧了。我以前不都在道中间烧吗？十字路口。谢是亲爱的，不必太紧珍惜。谢快乐飞哥哥，快乐飞哥，谢谢谢谢，都一样。不让放的还是多。谢维纽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发现个问题，你今年没喝酒啊？没有啥酒疯的节奏，不喝了，不能喝了。欢迎行之有道哥回来了吗？刚才我看行之有道哥刷礼物了，完了我没找着他。去年吐菜叶子了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以前过年喝酒直播吗？不对，他就是一个也没喝多啥，就是红酒啊，就是一起庆祝庆祝过年了嘛，也又见不着，再说了哪有一家饭店能装下一万人呀，你们听不见吗？就是这个炮着声给我炮听的，我都不知道我放的是啥歌，我都可小可小声了。哎呀，可吵了，可吵了！谢谢森哥，谢谢，谢谢青玉耗子，谢谢谢谢，能听到啊，太响了，我都就是脚底下都震听。出耳机，谢谢血狼哥哥，农村让放，农村指定是管不着了，隔音不太好啊，
我把窗户给你开开，你看能不能把麦克风给你震坏了啊。今天音乐省放炮竹了，可不是咋了，谢谢森哥，谢谢。给我个马甲，哥哥你已经有马甲了，谢谢顾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要没有马甲的话就不可能打出超过五个字儿。谢谢顾哥哥，谢谢谢谢。主要是今天跟你们多聊聊天。谢谢小酱酱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久没有想见着小酱酱了吧？要不小酱酱能出视频不？出个视频聊会儿天儿。我就不唱了，今天唱抻住了，我就觉得。谢谢大猪尾鱼。再一个，外边的鞭炮太响了，叮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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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都嗡嗡的响。感谢感谢青蛙漫步哥哥开通的紫鱼，好，谢谢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哟，好嘞。黄马甲，黄马甲过来找一下，看是不是可以给黄马甲了。谢谢。谢谢森哥，谢谢十六哥。谢谢十六哥哥，谢谢。我越说他越叮当，老震惊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省着我放炮竹的声音了。谢谢神哥。啊？谢谢神域帝豪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给你找一下，给卡一下，好吧？欢迎恩佐哥 ，Hello。欢迎大哥，唠会儿嗑。三十九组六六不够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要卡黄是吗？让我想想啊，我不会算账的。三十九组，三十九应该正常是四十组吗？还是三十九组？大哥新年快乐！够不够给卡上吧，够不够给卡上吧，过年了，谢谢哥哥。啊，差不多就过年了嘛，好不好？大家别挑理了。欢迎大哥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家炒顾老师今天可能那个网啥的都不是特别好。没在我家，去农村了，都回家过年去了，过年还上着班呢。其实我今天都不应该开，让他们就是休息休息。一年360天，基本上天天在下。谢谢那个369哥哥，谢谢369哥哥，谢谢谢谢。我这也网不好，是都网不是特别好。谢谢369哥，是269不是369，这是3还是6啊？不是3还是2啊？谢独狼哥，谢如此哥，谢心动哥，谢科飞哥。昨天今天是第二天直播。没文化真可怕。谢谢北风飞雪哥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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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卡黄，今天是两土一三一十，我跟你们聊会儿天，不想唱歌了。
跟你们谈谈心。是二不是三，哦哦，看情况，咱们好，好好好，谢谢思念哥，谢北风哥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 ，Hello， 搞活动送几个黄马吧，今天送啊，今天送啊，而且还送那个送抱枕啊，就一会儿大家不要错过哈，完了，好的，人家一会儿送的啊，谢谢沙鹿哥哥。谢谢加福特哥哥，谢谢我们家说的宝，吃饺子了吗？吃。喝的是水。谢谢飘洋浪子哥，你们都几点吃饭呀？我不到十点我就吃了饺子，因为我怕。你们都八点就吃完饺子了，正煮着饺子呢。谢谢神玉哥哥，谢谢神玉帝豪哥哥，谢谢。七点，我是一天吃了两顿饭，第一顿饭好像就发朋友圈，一两点钟吧，吃了九个菜，十个菜，也不算十个菜吧。谢谢恩佐哥哥，谢谢，祝哥新年快乐！大哥那边有饺子吗？谢恩佐哥哥，谢谢，今天你要吃饺子吗？我已经吃完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。张灯结彩能给你们放，不能给你们唱呢。我还要把坚持这两天都唱着，坚持这两天都要那个，就坚持直播下来，我给那个咱们家哥哥唱首歌。感谢大哥给力多。大哥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我都不会说啥，唱个喜庆连着。财神来到我家门，这自然。财神来到我家门前，喜气洋洋。什么的都是骗子，千万不要相信啊。
谢谢，也祝所有的宝宝们这个新的一年事事真的都顺心哈，办事什么事都能顺顺利利的。谢谢大哥的红包，谢谢，感谢恩总哥哥，谢谢自由人哥哥，谢谢自由人哥哥，你已经是黄了，谢谢哥哥的1314，感谢大志哥、小兵哥、还有郭庆哥、顾哥、虚空哥哥。不能打广告吗？咱们家不能打广告。好运带来的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，兴旺发达，红四海。新年到啊，好运来！感谢大家的这个，谢谢大家红包，谢谢盛哥，谢谢恩佐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几个红飘带，愿善良的人们年年好运来，你勤劳真和美，你健康真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笑了笑逐人海，大家工作节庆春风节喝彩，你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，你丰富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，好运你们就打扣什么字儿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666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，好运。恭贺大家今年发大财呀，发大财！一个金枝格，再几个红飘带，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，你勤劳生和美，你健康君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，大家中国节庆春风节喝彩，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，你丰富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，兴旺发达红四海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兴旺发达红四海，红四海，好运来！感谢数字哥哥送来的1314，也谢谢那个，感谢哈家的宝宝，谢谢，哇，嚯，我要不要闪避一下呢？感谢大哥的红包，谢谢，哎呀，厉害了啊！谢谢。还是比较显得低调一点，不给看。谢谢大哥的红包，谢谢。一组1314看，见者有份儿，这对，见者有份儿，这个不能看。
烦那歌那个啥，这个放首这个歌。快看看，快看看，不好，不让炫富，这多富啊！谢谢飞博哥哥，谢谢几位数，四位数以上吗？这边四五位吗？谢谢谢谢飞博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飞博哥哥，谢谢青云哥、风过无痕哥、顾五哥、雨哥，还有小宝哥、草原牧人哥，还有秘书，谢谢哥哥，新年快乐！想要的运气统统都甩掉。我在犹豫。我在犹豫，大哥，我是收还是不收？我不敢收，我犹豫半天了，俩人。所有不款不快，我一走就开。那我收了啊，我先收了啊。收完了。点完了，不能看，不让看，不能，那叫啥了？那什么，我刚才说我又给忘了。这玩哥的，你赶紧的，快点的，点一下，我好那啥了。谢谢玩哥，谢谢玩哥。今儿是过年呀，对呀，大年三十嘛，炫富，对，不能炫富。过年的小偷太多了，万一给偷走了咋办？去年的时候小胖就炫富了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人上公交车，你拿什么苹果手机呢？啊，非得看什么点呢？完了揣兜里，下车手机没了吧，这就是炫富的后果。嘿，今日黑，不是黑，这过年吃饺子你们都知道吧，兄弟们，就吃饺子里边放这个钱字儿，还有糖，还有枣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盘饺子没有几个吧，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吃饺子，我要把那个钱字儿吃到，你们都往里放吧，对吧？完了吧，我妈就先给我煮了一盘饺子，就说先吃，完了他们后吃。谢谢二哥，先吃了，完让我先吃，完了吧，就快吃没的时候吧，我就问我，我说妈呀，放了几个桶子啊？放了四个，吃吧，这一盘饺子给你放四个桶子，你咋的都能吃的？我去年这给你撑成那样，一个桶子都没吃着，今年就是单给你煮一盘，搁四个桶子，让你可劲儿吃。这倒好，可是真都是给我包的，你们猜不着结果是啥，你们猜结果怎么的呢？哇，感谢飞博哥哥收，谢谢飞博哥哥，祝飞博哥哥新年快乐。结果呢，这个我妈和我爸哈，边包边那个下饺子锅嘛哈，就先给我包了一盘多，就一盘就特别大，扶溜一下，但是我吃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我说爸呀，你也吃一个吧，就那啥，就边那啥，我说二文你也吃一个，我吃不了。这倒好，我爸吃第一个饺子把字儿吃没了，我说你先别吃了吧。完了二元欠儿，我说二元你吃啊，我说那你吃吧，二元吃去一个，就一个啊。我说我就不信了，我说你接着吃，我爸连吃仨，全仨，这仨二元一个，我爸三个，还剩几个饺子，我还吃了干啥了，都吃没了，我都知道了。
我也是醉了。完了我妈来一句，哎呀你再怎么挣钱，钱不都给人家了吗？人家不吃咋整？是我挣多少钱我干啥，是到账了咔就送人那儿去了，咔小金库一锁，确实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应该去买彩票去。我没有让你充钱，哥哥，我没有让你充钱，这都是骗人的，骗子啊！谢谢那个不伤心哥，谢谢娃哥、二哥，感谢那个顾哥还有月家军，谢谢哥哥啊！这就是说谁吃着字谁有钱吗？大哥，你们包饺子了没啊？对，不对？这此时此刻俺要送一下黄码了，是不是？到点儿了。放首歌，在这新春佳节之际，俺们直播间4823要送几个黄码了，大家请注意啦！送几个黄码先啊！我要开始了啊、哦！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看我都不用说，都知道扣六六，就有黄码了就不用扣六六了啊！我这个要开始截屏了。哎，我这样式的，这样比较好哈，这样子看着比较清楚，但是好像给我整没了。哎，我这样等会啊。开始了哈，这个曲儿有点不激情，给你换一个，这个比较有古典的哈。黄马不要扣字啊，我要点那个什么了，拒绝所有人，还怎么整的了？拒绝所有消息，停。这个宝宝。恋恋莫恋飞的歌啊，命恋飞的歌啊，我给报上麦序，到时候长虹老师啊，长虹老师在哪儿？让我瞅瞅啊，这儿呢啊，报上来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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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等会儿我看不见你们说话了，我得开开啊。送三个黄马咱们啊，现在送三个，等结束之前再送啊。一二三四，感谢微博哥哥。来，把怒源哥黄码扒掉，我上面添加麦序啊。这个咱也算吧，虽然说开玩笑啊，开玩笑，这个就算吧。这个五弟的兄弟啊，也就算五弟的兄弟，算一个啊，算一个。谢谢。这个来玻璃，他是最后一个，给他黄码扒掉。看没黄的给黄，有黄的扒黄。啊！准备啦！一二，停！嘿，好巧！等会儿给这个格格啊，格格，添加麦序，几个啦？三个了哈，三个了。我再来一个咱自己家的啊，咱自己家的。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个，五四三二停，来把这个黄也扒了，这个黄也扒了，好，恭喜西部老头哥哥，谢谢。呀呀呀，真差去了，谢谢。谢谢，恭喜一下的宝宝们啊，恭喜一下的宝宝们，等咱们下一时段再接着那个啥，我看看你们打字了。好，下一时间段呢，三十，在半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开始送抱枕了啊。送抱枕的话，不管是黄码
还是蓝马，哎呦，没有马甲都算输的哈，但是必须是咱家的 driver 啊，要不然你说送过去之后你不是我的粉丝，突然之间恰好之间你就抽到了，万一你回去之后把抱枕当成屁股垫怎么办？以防万一，还是送给我自己的粉丝啥的比较安全，这都有可能的，这都没，我告诉你都没准儿。谢一万哥哥，谢谢好哥，谢谢，我量一下酱宝，让酱宝我给大家唱首歌拜个年啥的哈，真没准儿。四是啥意思？四五是的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哟，你也穿的红红的今天，哎呀好漂亮啊。师傅，嘿，狗年大吉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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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！你这气儿还是有点短，撞衫了。过年都可能撞衫，都基本上是红色的。谢谢，唱一首新年的歌吧，你会唱吗？哟，新不是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那不是过生日吗？还没到呢。嘿，你整卡了、啊。给我充点酱宝，点关注哦，谢谢。新年歌，那我唱个啥呀？嗯，我不会唱新年歌，我刚刚本来想学来着，没敢弹。我又怕你就来个天黑了晚，比较经典。谢谢生黄大杯哥哥，谢谢，新年快乐哥哥，祝我们的哥哥都新年快乐，祝大家狗年大吉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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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给你下个任务，啥？你说有人刷礼物，你就再说一遍；有人刷礼物，你就说一遍，就这个旺字啊！祝这位哥哥旺旺旺！行。有人刷礼物你就小飞侠哥哥狗年大吉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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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飞侠哥哥狗年大吉，汪汪汪汪汪汪！潘姨狗年大吉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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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！学者哥哥狗年大吉，汪汪汪汪汪汪汪！不行了，哎呦，我跟你说。唱一首天黑了，谢谢学长哥哥，谢谢，唱一首兄弟们，唱一首你最喜欢的，也就是在我们这直播间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啊，就黑了，就哎，你说人家拜年都是用非常好的心情拜年，我是用生命在拜年，我想岔气了，真的是，经典老歌啊，经典老歌，谢谢。谢谢以压力哥，谢谢压力哥，谢谢学者哥哥，谢谢压力哥，谢谢色空哥哥，谢谢，好，谢谢色空哥，谢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唱歌吧，不让我说了，好好唱歌，毕竟我是一个灵魂类的歌手。做好准备，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要钱又要命的歌。喧闹的贱人潮里，远方浪拍云千里，那种感觉好甜蜜，像轻舞在春风里，阳光下你多美丽，温暖了我的心底，乐享世间能沟通，却不想要别离，害怕天黑你会离去，消失在夜幕里。天黑了你敢记得我吗？睡着了你会梦见我吗？别遗忘阳光下的客厅，我会在原地等你呀。天黑了你敢记得我吗？睡着了你会梦见我吗？
情露在春风里，阳光下你多美丽，温暖了我的心底。分享时间能够冬夏，不想要别离，害怕天黑你会离去，消失在夜幕里。天黑了你敢记得我吗？睡着了你会梦见我吗？别遗忘阳光下的约定，我会在原地等你啊。天黑了你敢记得我吗？睡着了你会梦见我吗？别遗忘阳光下的约定，我会在原地等你啊。嗨，跟上我的节奏，有请安，刘海都摇飞了。感谢青阳哥哥为五八戒帅。天黑了你敢记得我吗？睡着了点烟哥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赶紧停下来。兄弟们，你们还好吧？嗯，我的灵魂还在呀。你不说你是灵魂的时候，我灵魂还在呀。谢谢青阳哥哥啊，祝这个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！祝谢谢谢谢青阳，谢谢微博哥哥，哎呀，今天微博哥哥这是干啥呀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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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博丢了一半，谢谢谢谢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是点点关注不迷路，谢谢敞开心扉，谢谢敞开心扉啊，谢谢谢谢没名字哥哥，还有，哎呦去，太诚恳了。健宝是属于一个非常开朗和那个直播间就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主播啊，你就在他直播间你、谢谢我飞博哥哥，汪汪汪，我记得说了，感谢飞博哥哥，飞博哥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有没有试过一百个的特好看，有没有试过一百个十个的没啥意思，感谢二星哥，感谢二星哥，谢谢谢谢，考虑一下考虑一下，毕竟过年好吧，我无语了，谢谢二星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二星哥，谢谢谢谢小江家的二星哥哥，谢谢谢谢，他那个一百个好像是需要解锁的，谢谢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侯爵就行啊，他还是剩十个，十个无是我的存在，其实感谢微博哥，其实这个十个的和一百个它有啥区别你知道吗？一百个是紫色的光，然后呢？王子跟公主身上会多一些东西，然后这个就是感觉像，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然后什么自行车啊，都马上都快刷出十个了。下面有2018，2018可好看了，老好看了。哇，谢谢飞虎哥哥！哇，我要不行，我还要发来了吗？我还要发个小图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哥，出来了吗？哎，这小手势又给他发过去了啊，这小手这发红包的基本上我这小手势都过去了啊，啊谢谢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什么事什么事，哇我的去，感谢飞魔哥，厉害了，这一个是不是这个好看，19块20，那一个就2000、这个、是吗？嗯，这个是最贵最贵的礼物，全场最贵的礼物，超级好看的，最满的最贵的，哎呀妈！飞博哥哥，那个啥，谢谢，谢谢，厉害了，好了，哥，师傅给我个机会，我要好好的拜个年。好，来吧，好了，来吧，来吧。祝飞博哥哥狗年大吉，旺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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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太给面了哈，是不是？太给面了，谢谢谢谢飞虎哥哥，谢谢谢谢飞虎哥哥，这个好看，确实不一样嘛，这歪歪设计的东西指定是不一样，一个的是啥呀？好好看，一个就啥没有，就这么小这么小块，别人都看不着的那种。我想问一下，谢谢二星哥哥，你刚才说的那个那啥，
这不是吗？你说这是不是这个最高是一百个？嗯，对吧？嗯嗯，这宋书是。但你看这个哈，啊，十个，哎，刚才怎么看见了？一个他啥没有？不是，哎。在刚才我看见了，怎么不一样了呢？是我看差别了吗？一个它就没什么特效，它就跟比那个、哦哦、对对对，是那啥，就开我这回懂了，这回懂了，懂了啊！夏二星哥，夏二星哥，谢谢夏二星哥，谢谢。康萨米达，嗯，莫斯米达，这个是诚实哥哥，还有青阳哥哥。祝腿哥新年快乐，谢谢。那个，你给诚实哥微信帮我推过来吧，飞虎哥，谢谢那个，谢谢乡里的叶，谢谢二星哥哥，还有神魔哥哥，马上就到点了，一会儿你呢来送出抱枕好不好？我是现在就送吗？还是啊，就你来送啊，就是每人送一个，一会儿就会不会像我那种的右键就文字结束了就可以了。啊、你喊停，我直接这样转播。我啊，我来，完了你喊停。不是我转播，你喊停。我转播吧，你出人，这是你的直播间，我来控制。你喊321，我就这边控制了。你控制你报不上啊，麦序。哦，也是哈。出来吧。那我喊三。那你喊停，那先来啊，送包人吧。我下去吧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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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喊停就行，啊，三二一，停！高原哥哥，恭喜高原哥哥添加麦序，好，谢谢，恭喜高原哥哥。等会儿呢，就是你把地址啊私聊给北明啊，私聊给北明就好了。啊，私聊给北明就行了。谢谢飞博哥哥，你太给力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感谢飞博哥哥，不是，师傅，我差点马上喊，恭喜高原哥哥脱马甲。刚刚不是脱马甲吗？我还在刚刚的那个频道上。哎，主要是我比你还苦，你知道吗？就送一个呀。不是我比你还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虎啊，都是俺。啊那几个号全是他的啥？我说那几个号全是他的，我这小手势又给他发过去，啦啦啦啦啦啦。诚实哥、小宁哥、青阳哥、至尊宝哥，祝腿哥新年快乐啊！我说这是咋什么意思？我说是加微信吗？完了说红妞都是俺，全是他一个人的号，你懂了吗？我靠，终极铁粉，太铁了，整这么多号，我这个大哥狗年大吉，旺旺旺旺旺旺！感谢大哥啊，谢谢，祝你2018年越来越好，感谢你这么支持我师傅，谢谢。那个，我算不算给你暴露小号了？哎呦我去，你都暴露完了，你还说？这个谁叫截这个截这个这是啥？看这表情，这俩的嘴呀、啊，咱俩的嘴呀、啊，师傅，我的下巴都快掉了，咱俩还好一点，我下巴都快掉了。兄弟们，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的，一会儿的，一会儿让那个我看谁在下哈，让那个让酱宝休息一下，大家把酱宝关注一点点哟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狗年大吉，旺旺旺！那我就下去了，谢谢师傅。也给你拜年了哟，好的，不用刷屏了、啊、一会儿一个个的，我连一个送一个，连一个送一个，好不好？多多支持我徒弟哈，谢谢，恋莫恋莫恋飞的歌，谢谢哥哥，谢谢，哎呀，厉害了，谢谢那个铃儿是手机，哦，是的，那个他那个回家过年去了，谢谢明姨，谢谢。哦，今天我估计都会，他们说撞衫，因为今天是过年呀、啊，都要穿红色的呀。谢谢，感谢宝宝们，谢谢明瑶哥哥，祝哥哥新年快乐，来祝所有的哥哥们新年都快乐。嗨，我
看看啊，大丫二丫在吗？对，让大丫二丫给你们唱首歌，完了再送一个，再送一个抱枕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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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那我要不要先唱首歌呢？不要忘了观看呀，看那个啥，不要忘了一会儿咱们一起要过年的。好的，稍等一下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不要忘了一会儿这直播马上12点了，完了咱就直接搜就过去了，我还有视频啥的没放呢，但这个视频说实话我还没看过呢，是现抄的药的整没了。新年快乐哥哥，谢谢冻水哥哥。这家是你可是向着大丫二丫了哈，完了那个大丫得送两个，一个大丫一个二丫，可不是咋的，我一发红包都两个两个抢，但是有好处，一发红包的时候还两个两个收呢。我哟，哎呀，那边的过年和这边的过年一样吗？大牙，我怎么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啊？嘿，还有两个拜年的，对，一对嘛，好漂亮啊 ！F 二，一里每次一里卖的时候都会有个 F， 这是二牙，哎呦呦呦，你们都记着呢。嗯，你是大牙二牙？我是二牙。好。我记住了，他是二丫，他们是，对，他是内蒙的，是不是内蒙？嗯，对，内蒙的那边过年是不是跟我们这不一样啊？就得穿你们那个服装不太一样吗？嗯，就是也不是，基本上都一样，但是就是可能是有什么活动什么的就很不一样，比较正式一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这个老大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我给你找一下，卡一下黄啊，可能这刚才在公屏上问了哈，内蒙古的，是，对，是内蒙古的，没错，没喝，你们那儿是不是内蒙的人特别能喝呀？我觉得没有啊，我就也就是能喝个一斤多点白的。你啊？啊？你啊？啊？我不怎么喝的。是啊，这属实是不是特别能喝？不是，我觉得东北的应该更能喝，像师傅是吧？那你们，你一般的话，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喝一斤，那不一般的情况下喝几斤呢？一瓶红酒差不多，正常。红酒啊？啊，白的红酒没啥事儿，白的一斤差不多吧。有没有？那你最多喝过多少啊？欢迎峰哥，我没喝多过，我喝一斤白的也没啥事儿。那边你们内蒙的酒，我记着都是特别烈，那好几六七十度呢。师傅，我给你拜年啦！哎呀呀，这个也漂亮！哎呀呀，漂亮漂亮漂亮！你这嗓子怎么的？是嗓子哑了吗？谢谢姑姑哥哥。哎，哦，是。你要干啥？你咋的了？给师傅拜个年。哦。拜年。吓我一跳！不是，我现在拜年嘛。谢谢哥哥，谢谢。哎呀，那你少说点话，少唱点歌吧，嗓子都哑了。嗯，你刚刚那会儿睡觉来着。那也太哑了，嗓子。谢谢明野，谢谢谢谢，祝哥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哥哥们。是不是要发抱枕？嗯呐，发抱枕啊！先唱首歌吧，唱完歌再发抱枕。到时候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先给他们发，好吧。闷倒驴，什么是闷倒驴啊？闷倒驴是酒吗？是的，闷倒驴60多度。哇！嗯，感谢峰哥，谢谢峰哥，祝峰哥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峰哥，厉害了！谢谢峰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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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我峰哥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好了，那个让大家准备首歌，完了要是哎呀那啥的话，就少唱一点嘛，啊、嗯。
送个祝福啊，祝个喜庆。一会儿你们的，哎呀，好像大家二丫的视频那个时候还没有呢，好像还有、啊、有你的视频，有那前录了，那时候录了。谢谢峰哥，嚯，嗯，厉害了！谢谢峰哥，新年快乐！谢谢郭郭哥，谢谢峰哥，谢谢峰哥，找一首欢快的歌，内蒙的歌有没有新年歌呀？也有，但是我俩不会唱。不会唱，大家出来。我出来，这视频的。他太胖了，他看不着。他站起来可以，站着。坐着吧，坐着吧。就坐着。俩，你们俩的衣服是一样的吗？就是颜色不一样。款式是一样的，颜色不一样。颜色不和帽子不一样。嗯。哎，我能不能穿进去？你能，我都能穿进去，你怎么穿不进去？好像你都胖进去。新年快乐，峰哥。到时候我要去内蒙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穿个这个衣服照个相，我可喜欢这样。没事，我过来的话给你做一件。我给你做一件。这是定做的吗？是的。对，这是定做的。他这个帽子很麻烦的。哦，嗯，很麻烦的。好吧，唱歌唱歌，谢谢谢谢。来，他们说来个蒙语的。蒙语的不会。蒙语的不会。内蒙古的不会蒙语。对，那会儿小的时候没学，我也很后悔。苍蝇熊小姐妹。嗯，好吧，那个什么，尴尬，那就唱一个普通的歌。我说啥？我们这块小面炮响的特别。我那么草原的吧，老大。行，有套马杆吗？新套马杆吧。哎，行，好，唱新套马杆好听。新套马杆，嗯，好。祝愿师傅这个，先祝愿师傅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这个越来越漂亮，嗯，然后越来越瘦，嗯，然后呢？不。越来越苗条，你本来就很苗条，真不会说话，这个更瘦哈、啊。然后那个，一年更比一年好，一天更比一天快乐。嗯，该你说了，老大。啊、哦，我祝愿师傅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聚宝，九九归一，十全十美，百事可乐，万事如意。那个狗年大吉。嗯，啊、然后祝愿那个。祝愿那个飞儿家大哥们，祝愿你们那个发大财，走好运，走好运。对，嗯，行，没了。嗯，唱歌吧。哎呀，我说起句话脸都红，为谁了？来一首《新套马杆》，这边这个鞭炮声太响。哇，感谢师傅，谢谢师傅啊！啊，没抢着。嗯，你能不能行？
谢谢谢所有的哥哥们，祝愿大家狗年旺旺旺。给我一朵鲜花，一朵惊艳的芬芳，给我一种勇敢，像套马一样，给我一次热烈火辣的拥抱，给我一份感动，地久天长。套马蹄汉子飞驰在原野上，带上我的爱恋，一起向远方。明天有多所有的哥哥们，谢谢大家啊！谢谢谢谢啊！欢迎欢迎龙哥，谢谢龙哥，谢谢谢谢，也谢谢胖胖哥，谢谢胜哥，还有高原哥哥、薛哥，还有斗神斗哥哥，谢谢，非常好听，我可喜欢这歌了。曾经我在直播间唱过，唱过几回就越就唱唱就唱成老套马杆了。你们就是老的和新的就有点有好多人把这两个混了。嗯，对对对，我一唱就唱岔劈。有听过我唱过这歌的，基本上没有唱完全了，我就听过老的，再听新的就岔劈。那你觉得哪个好听？你觉得哪个？但我觉得没有老的衬托不出新的，我觉得。嗯，确实是。因为这个还真不能评判说，嗯，这个老的好听啊，还是新的好听。如果没有老的歌，单出这么一首歌，估计也差不多。就是因为老的这老套马杆和新套马杆对比，就感觉新套马杆就别出心裁的感觉。谢谢谢谢，这样让经典还是老的。对，让我们大家二丫来送个抱枕呢。我截屏吗，师傅？你俩送两个，他们说送两个呢，哎，两个人，一人送两个，他们玩赖。行，那你先送我的，那就我先送吧，好吧。好，那谢谢狼牙哥哥。我咋弄啊？谢谢，谢谢烟雨哥哥、安静哥哥，还有香狼爷，谢谢薛哥。开始了啊！好。哇，感谢这个护肤品，谢谢哇！好，谢龙哥，谢谢，好，师傅我截屏吗？我来啊，你截屏、啊，你说5、4、3、2、1，我就来，我停，我暂停。哇，我觉得应该新时代应该用英语，师傅啊，是英语，别不要不要玩英语，我听不懂。来我来 5, 4, 3, 2, 1，然后你就开始涂。不是我那个，我容易懵，你还是3、2、1吧。3、2、1吧。谢谢龙哥，谢谢。感谢龙哥哥，谢谢龙哥哥。预备，起。3、2、1，停。世仙，这不是不是念世仙哥哥？对，世仙哥哥，是谢，恭喜世仙哥哥。得到菲尔的抱枕一个，谢谢，很高兴，感谢龙哥，是不是该我了？是不是该我了？啊，该你了，你来，我3、2、1啊，来，3、2、1，停，停，恭喜这个杨翔哥哥啊，福祥哥哥，天天上麦去哈，真爱团，谢，好，好，谢，恭喜福祥哥，谢，福祥哥哥，这，谢，到我俩这儿就送两个。
记得哈，这个诗贤哥哥还有富贤哥哥，记得把这个地址发给那个北明哥哥，北明场控老师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让大家哎呀休息一下嘛，一会儿你们还有直播吗？嗯，一会儿那个直播。你们去跨年吗？去直播间？他们来让我来，老师不是那个师傅，你那个视频哪儿去了？什么视频？视频我一会儿中间放啊，就过年了时候，我就等放那视频看。到时候会传那个传上去的，到时候会传上去的。一会儿应该你们应该也要去那个，不辛苦。一会儿是不是你要回去也陪你们家的粉丝一起跨跨年什么的？他们说让我俩提前五分钟，提前五分钟回去。好，那你就先回去准备吧，哈，也不耽误太多时间了。心意送到了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哎呀，谢谢，谢谢送来的祝福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二十分钟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楼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呵，今儿个厉害了啊，桃子在不在？桃子在不在？送我一个去，你是不是拿小号偷偷的在听啊？你怎么知道屁股底下那什么呢？我说怎么没有人打字，我给那个啥了，我给那个拒绝文字了，我说我一个都看不见了，你就天天拿小号偷瞄我。哎，对了，桃子在吗？我连一个桃子，让桃子唱首歌也送一个啊！谢谢，感谢宝宝们的祝福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送来的祝福还有礼物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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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哥，谢谢龙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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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菲儿又开始唱歌了吗？是的，但是。这两天唱的在九九一可能连着唱三四个有点哑嗓，没有恢复，没有特别特别恢复完全，怕累，但是唱基本上的歌是没有问题的。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啊，一会儿我也不下播太晚了，过了十二点我们一家人玩那个啥去了。过年我们会玩扑克，玩扑克完了谁输了我们不赢钱的，谁输了谁就收拾屋子，因为过年不收拾屋子，初一收拾屋子嘛。吃完饭晚了我们都不刷，就在玩扑克，我们玩红石，玩红石，玩红石谁输了谁去，不赢钱的，就是屋子什么瓜子皮子了，吃完饭就晚了全扔下，完了玩扑克，完了开始玩。我估计桃子是不在嘛，那个谁是手机上的，他是手机上了，好吧，那就算了吧，我来送吧，那我再来送一个，谢谢谢谢龙哥，让二飞去，他那个要红包，我妈要了一个，我爸要了一个，我又给了一个。那这个比较稀奇，唉，就是我都好几年没有收到过压岁钱了。过年的时候，二元朝我妈要红包，朝我爸要红包，我妈朝我要红包，心里可不得劲儿了。完了这还好一点，我爸完了这个月是不是开支了咋没给我转过来呢，老扎心了。还是当二元比较幸福。嘿，预备。去整啥去了，踢出用户去了，拒绝所有消息，
恭喜雪花哥哥，添加满续，谢谢谢谢。对着抱枕啊，地址好了，一定要记得给场控老师哦。谢谢更好哥哥，一定要给场控老师啊，场控老师地址好了，过完年快递恢复修恢，快递这个恢复正常了，就可以给你们邮寄了。电话地址一定要写对哦。谢谢啊，哇、哦，感谢真人果哥哥，我又要发一个小表情了，你们都懂啥意思了哈。以后不，我不会那个啥了，我就这一个表情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等到过了十二点之后再发一个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数量还是有限的，兄弟们啊，不要挑理哦。谢谢，好了，兄弟们不要空悠悠啦！谢谢一个嘉义哥哥，谢谢我辉博哥哥，哎呀，想你的夜，我要唱一个歌，唱完这首歌我们就开始了，我们就开始，一会儿就倒计时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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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手在哪里？
种语气，真感激我们这样的男人，真心可比日月明。小顾说我现在是流量上位，我的手机这个月还能坚持半个小时，哎呀呀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我们的长空老师也辛苦了，我们家的宝宝也是这么辛苦，都没有出去玩，一直陪伴着菲儿，谢谢家里小说看，谢谢夏天叔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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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哥哥的红包，谢谢真果哥哥还有牛牛哥，谢谢我们家所有的兄弟对菲儿的疼爱，谢谢你们对菲儿的支持，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荣幸有你们宠着，谢谢泪水，谢谢喷香水的苍蝇，谢谢地动一般不独志，地博哥哥古武哥还有安稳哥还有圣哥还有男神男哥还有香你的夜，谢谢谢谢哥哥，谢谢强哥哥张燕哥哥还有开心人哥哥，太爱你了，我说太爱你们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谢谢，太高兴了，主要是特别特别高兴，还有十分钟，还有十分钟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2018年了，把我们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不快乐都留在了2017，跨年了2018，我生气了，你咋的了？今天生气了都不能生气，都有开开心心的过年，我们不生气。谢谢蓝天哥哥，谢谢蓝天哥哥，谢谢，我要去放炮了，好吧好吧，是不是都该吃饭的都吃饭了，我也不耽误太长的时间了啊，我这样不够啊，6分钟7分钟还得那个什么掐着时间，来个315疯了疯了，叔叔棒棒糖给输没了啊，你跟谁玩呀，我挠他去，我把他棒棒糖要出来，放炮去了，12点去吧去吧去吧，老大抱枕呢，抱枕没有发呢，那我再发一个，但是哈，数量有限，只是一个兆头一个吉利哈，谢谢叶秋之哥哥，就是谁抢着了啊，就是一个那个啥，千万不可以，就是没抢着不可以有那个气馁的心情哈，这件都我就徒弟的关注啥的也点一点，谢谢夏天叔叔，谢谢叶秋之哥，哎呀，这个棒棒糖，你玩啥了？咋输没了呢？谢谢老猫哥哥，谢谢所有的哥哥，其实所有的哥哥，不用刷礼物也行，这就好多哥哥已经给菲儿转了压岁钱了，红包什么的了，谢谢。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了，那我要念54321了啊，这就是一份幸运啊，希望大家也别嫌弃，有一个抱枕啊，不要嫌弃我哈，5 4 3 2 2 1停，恭喜过客哥哥添加麦序，记得啊，麦序上的哥哥一定要记着把那个啥，把那个地址给对了，要不然是邮不到的，都邮错地方就麻烦了啊。谢谢飞猫腿哥哥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那我就开始放个视频吧，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家其他好多主播录的小视频，不是。对，也算是小短视频。好了好了，一会儿看完了视频咱再发，休息一会儿啊。多媒体新年的祝福送给大家，虽然说比较简单，但是都是真真切切的真心实意的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
我怎么感觉不对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为什么主播菲儿，祝大家2018年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狗年大吉。新的一年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越来越好。给大家唱一首新年歌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屈才九儿。在新的一年里，九儿在这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所有的故事都能精彩，所有的结局都能圆满，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屈才主播姚姑姑零二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恭喜发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温柔，狗年到，鸿运照。烦恼的事儿往边靠，祝愿飞老大以及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出门遇贵人，在家听喜报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彩差距好大呀，杨桃，2018年来了，一下哭了。2018年里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够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也同时祝愿你们一家人阖家欢乐，大发财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大丫二丫，祝愿大家在狗年狗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好，我是七彩青儿。在新春即将来临之际，我在这里代表我们5938房间的所有的宝宝们，祝大家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狗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！哇塞！七彩宝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运多多，福气多多，感谢大家对七彩刘老大的支持，你们辛苦了。七彩主播七发，新的一年来到了，在此祝愿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开心过好每一天，祝愿我们七彩公会越来越强大，希望大家越来越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彩主播当牙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狗年大吉大利。在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小乐祝所有的兄弟姐妹们2018年少生气，多发财，恭喜发财，祝2018事业家庭永远顺利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七彩花花，在这里祝菲儿老大今年19，明年18，越活越像一朵美丽的小鲜花，也祝我们六九军团的哥哥姐姐们每天开心快乐，祝我们的主播越来越好，工会越来越好，祝大家狗年大吉，旺旺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浩，在这里头祝愿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能够在2018年能够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也祝所有的主播同仁能够在2018的直播道路上能够越来越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七彩的新主播，来得开心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快快乐乐，身体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三顺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都如意，也祝我们七彩的兄弟姐妹们新年快乐，大家越来越好，棒棒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七彩公会的水珠，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水珠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狗年吉祥，恭喜发财。在这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万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然后在新的一年里，狗年大吉大利，旺旺旺。大家好，我是七彩主播婷宝，然后婷宝来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也祝咱们七彩公会那个以后越来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七彩的冯小小，在这新年到来之际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业有成，阖家欢乐，谢谢大家。元旦到，元旦到，元旦到了，我想跟大家问个好，祝大家办事处处顺，生活步步高，爱情甜如蜜，薪水不会少，好运天天交，幸福为你到，出门捡钞票，天天露微笑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彩七宝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，阖家欢乐，财源广进。同时感谢老大对我的支持和帮助，也感谢所有六九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的默默陪伴，新年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彩小宝，祝大家在2018年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在2018年幸福安康，财源滚滚，好运连连，好事绵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彩的新哥，在这里我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万事如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儿，来自于七彩公会，然后呢马上就要过年了，祝大家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心想事成，然后狗年大吉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新年快乐。感谢所有的书吏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感谢所有哥哥的红包，哇！祝福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永远充满欢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好开心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三天铁骑哥哥，感谢千雪哥哥雪峰哥哥，恭喜大家，恭喜你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啦，一会儿我们就要这个吃完饺子该休息了，要休息了。看微信，花花，我看到了，一会儿我下了播再收啊，谢谢大家。祝福你，祝你冲天志，把这歌手高起。谢谢小山叶子，谢谢小妹子叶，我都醒过来了，谢谢兔子哥哥，谢谢水果哥哥，还有星星哥哥，哇，谢谢飞博哥哥，谢谢飞博哥，我飞博哥要飞了。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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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虎哥哥，谢谢小女的耶，谢谢。春风为你春寒满山花，秋雨伴你天寒万里飞。谢谢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十尊美梦，冬天飞上八字。谢谢。祝福你，祝你冲天志。因为这个歌我很喜欢，但是咬不清那个字，所以说就不提了。一生中，愿你每一天。谢谢
谢谢所有哥哥们的红包，谢谢，也祝在座的每一位宝宝们都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啊，身体都健健康康的，事业都顺顺利利的，那家庭都幸幸福福的，谢谢。那行，那我也要去陪我们家的啊爸爸妈妈呀，还有好多好多这个宝宝们，哎，早点休息一会儿啊！谢谢大家送来的每份礼物，谢谢鼓舞哥哥、林天哥哥，真正的2018已经到了哈！祝大家在2018年少生气，多赚钱，都吃完饺子了吧？应该，我一会儿我再补点去，我少吃的少。谢谢谢谢，不行，这个歌我不能给你们放这个歌，我应该放个别的歌。正在吃，就你们都是12点吗？谢谢，祝我们家所有的宝宝都开心都快乐。虽然我说嘴太笨吧，但是心也会到喽。就我吃的早，一会儿我再补两个。我新年的愿望是什么？你们新年愿望是什么？说完了咱们再走。都说爱情需要有约，都说白头偕老需要有分。我的愿望是找个媳妇儿，涨工资，娶媳妇儿，也抱紧找对象。没事儿，你们都可以把愿望打在公屏上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我也有个愿望，我的愿望挺容易实现的，也挺不容易实现的。我的愿望就是等今年我吃多少肉，吃多少好吃的都不长肉就行。谢谢林天哥哥，谢敞开心扉哥哥，谢谢。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，细呗。好的，怎么2018怎么吃都不胖，我不有那个，我都把我那个神器，就是神头像，就比较神的那个头像，横批怎么吃都不胖，都在翻翻还有没有了，过年应该把那个贴上，因为你非每过佳节背四斤，我呢每过佳节胖三斤。就不用瘦，我就不胖，我就知足了。明天谢谢飞博哥哥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谢我飞博哥哥，谢谢飞博哥哥。那天谢谢无常哥哥，欢迎我无常哥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谢谢想你的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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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哒哒，我的愿望是有一个抱枕，这个会实现的啊，会实现的，都不是事儿。我希望能有一个飞人的抱枕，哎呦，你们都这样的话，我要下直播。谢谢香爷，谢谢张燕哥，应该是姐姐这个名字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这一年对菲儿的支持和帮助，谢谢大家。其实今天我准备了好多好多小语言什么，其实都没说出来，最多的就是半年前好多好多酸楚还有感触。谢谢谢谢谢谢六和六哥哥，哎，我瞅瞅啊，我忘了一个事儿。谢谢六和六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哥哥，谢谢，祝哥哥新年快乐，谢谢星辰哥哥，
谢谢谢谢谢谢宝贝们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我这确实挺高兴的，我这微信都这么长了，我都没办法回复你们，宝宝们别着急啊，谢谢谢谢，又有飞多出原创歌曲，可能来年会吧，我等那个要是如果就是接下来谈的要是比较妥妥的话，我估计会出很多单曲的啊，跟这个合作，但是还没谈完呢，但愿吧。好谢啊，但是得有等我嗓子好了就。谢谢六和六哥哥，以前哥你没有我的微信吗？给哥卡下黄胖胖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同小异哥哥，新年快乐。啊？就是抱枕的话，一定要给地址给对了呀，要不然你是收不到的。还有一个郭克哥哥，你把地址给北明哥哥啊。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菲儿越来越好，谢谢，我再发个红包我就撤退了，呀呀呀，变差皮了，我再发个红包我就撤退了啊，我就玩去了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为什么每次就过节就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呢？身体是放在第一位的，万事如意放在第二位的，完了就是多赚钱少生气。谢谢想你的意义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那我就下了，宝宝们陪你们过了，哎呀也大家也多陪陪家人啊，也多陪陪家人啊。我们明天正常直播还是7点？其实我明天我就觉得好多事儿要出门去呢，出门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出门就要吃好吃的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农村一串门就是哇，一桌一桌里三桌外三桌好吃，今天得串门去了。点点关注不迷路，谢谢谢谢所有哥哥的祝福，还有蹦蹦糖，谢谢大家，那我就先下直播了，祝大家2018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生活如意。